这都哪来的亲戚朋友们？一个也不认识。有有有，我刚才看有我父母，在考试的时候谁在来着？对对对，哪边来着？哪位是郭大林的父母？哪位是李小牛的父母？在那儿，在那儿，你看，你看，有有有有有有有。我们现在都很忐忑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莫名其妙的就走向了幸福之路。对，幸福总是突如其来的。对，嗯，我也特别的开心，我没想到我能再一次登上结婚的这个。这期必须播出去啊！这期必须播出去。哎呀，谢谢节目组。离我最近的这一位郑小凯同学，来，我们先往前一步走。就啊，就这就来了啊，来吧，来吧，开心哦！哎呀，恭喜啊！让我们有请郑小凯的新娘高鼻梁的重庆妹儿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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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天哪！哇！哇！我的天哪！哇！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哎，你是不是瞬间觉得这个是还可以了？没有白来吧？没白来，没白来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太突然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潇潇，来自摩尔多瓦的重庆女儿。哇哦！什么感觉，郑小凯同学？反正，还是意大利人。反正人生已经走到了巅峰。啊，我觉得这一集我就赢了，赢了！您怎么报答节目组的？对啊，节目组，我此生我就在这个跑男不走了。接下来，请邵小一同学往前一步走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别激动，别激动，别着急，别激动，别激动，等等。我知道你已经心向往之，但是我跟你讲，一定要。保证好自己这个状态，好不好？好的，低调一点。让我们有请沙小艺的新娘，我的肩膀借你靠。没有那么强壮啊！啊，有！哇，好明显啊！靠肩膀，靠肩膀！啊！谢谢大家祝福我们啊！谢谢。欢迎，来这边，放心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铁豆，然后我是一名轻极限运动的摄影师。然后今天欢迎大家来参加我的婚礼啊！作为一名极限运动，我们的婚礼啊！对，把他摘出去了。毕竟有我胡科姐在那儿，我也不敢乱说话。没事，今儿我跟他没关系。哎，这句也要留下，这句也要留下啊！胡科姐，对不起。